原来是他妈妈看着他发的，知道吧？阿强哥给我说一句，我们以后不要联系了。那我当时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其实我也知道他的不容易，我也能理解他，但是我心里面还是非常的难过，但是我是能理解的。我也知道说，都尽力了。后面我都发了一条视频，我说都尽力了，对不对？原来是阿姨看着他发的，知道吧，朋友们？但是他呢，也为了稳住阿姨，他也没有过多的去跟我解释，因为他相信，他后面只要跟我说，我是能理解他的。因为我们也不是认识一天两天，一个月两个月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姐姐阿姨们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认识也这么久了，我跟阿强哥也认识那么久了，几年了，姐姐阿姨们，几年了，我们认识多久了？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的话，然后我们就联系还是联系。后面他三月八号他来直播间，他来就是来跟我直播间姐姐阿姨们也说清楚了，也说了一下他的难处，然后我直播间姐姐阿姨们呢也能理解他。所以说最近这几天的话呢，怎么说呢，哎，我先把它背一下。对对对，三月八号我们一起，哎坐，我们一起那他来接我，知道吧？他来接我了，然后就是大概就是，不行，阿姨，你们说我能不能说呀？万一阿姨在直播间，她又不小心，哦哟，我不知道阿姨的视频哈，如果她又不小心刷到这个视频，我们又在直播间这样子说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有没有在联系？我们有在联系，但是我们是在偷偷的联系，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？所以说你们说怎么办呀，姐姐阿姨们，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吧。我看到好多姐姐阿姨们说，你们私奔吧，你们出去吧，你们结婚吧，你们领证吧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们考虑，是不是？你想不想，想不想我们领证，想不想我们结婚的？有的想的扣个一，姐姐阿姨们想的扣个一，视频搞起走，剧情搞起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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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谢谢夸奖哈，会继续搞起走的哈，谢谢你认可哈。对，谢谢。哇，这么多人是不是？但是的话呢，那我刚刚都跟大家说清楚了，对不对？阿姨她的话呢，她有心脏病，她有高血压，她心脏动过手术，所以说万一阿姨有个好歹，那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就一辈子都不能在一起了？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就成了罪人了，姐姐阿姨们？所以说怎么说呢，就慢慢来吧。我觉得我们都在努力，哎呦，我们都在努力的去把事情去把它做好。那当然最后能不能那啥，那我们尽力而为吧。但是我相信直播间姐姐阿姨们慢慢来，是不是啊？熊姐，谢谢谢谢。那姐姐阿姨们，你们能理解吗？能理解的打两个字理解，好不好？做感动阿姨，让她认可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现在很需要我直播间姐姐阿姨们，就是教教我该怎么做呀。你们都是过来人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是过来人，你们等一下我进去跟大家聊哈。你们都是过来人，所以说很需要直播间姐姐阿姨们教我阿群们怎么做，知道吧？因为很多事情，比如说你们站在长辈的角度呀啥的，你们教教我。手机电话呀。来跟大家坐下好好聊一下。所以说你们说现在怎么办呀，姐姐阿姨们？我是什么族？知道的都知道，知道的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都知道我是少数民族。然后呢，阿强哥呢，他是汉族。首先这一点上面就已经有一点那啥了，知道吧？九妹，我手机电话有。不是声明主不主持熟饭的问题，不是声明主不主持熟饭的问题，是因为你们在教的都是些啥呀？死心个这样子了，还是跪等跟跟着？你们在这教些一些什么问题呀，姐姐阿姨们？你们在这教的一些什么呀？我都说了，不是说那些问题，是因为
首先，其实比如怎么说呢？我不会说去怂恿啊，陈哥说去听他家里边的人去对着干，或者去干架，或者怎么样子。但是事实上是什么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不能首先，我不能去为难啊，强哥，让他在我和家里面的人去做个选择，对不对？姐姐阿姨们，我们一个一个的来，觉得对的打个对。民族不要紧，是不是？我是彝族啊，强哥是汉族，好多人跟我说你们是彝汉，好多人跟我说你们是彝汉。吃个啥？然后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因为比如说阿强哥是，比如说我今年我才二十几岁，阿强哥今年他才二十几岁。比如说他的妈妈是四个啥？比如说他的妈妈没有那个心脏没有问题，他没有高血压。那说实话啊，姐姐阿姨们，我真的可能就会听取姐姐阿姨们的建议，先怀个宝宝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很多姐姐阿姨们跟我说的？很多以前我不会有这种思想啊，以前我的思想比较封建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很多姐姐阿姨们说赶紧划个小小钱，这是不是你们说的？是的，打个是。这是不是你们说的？是的，打个是，对不对？但是姐姐阿姨。阿姨们的感情用事啊，知道吧？阿强哥他也不是二十来岁，我们都是三十出头的人了，姐姐阿姨们，我们要去理性的去对待问题。然后就是怎么说呢？那个阿姨她心脏不好，对不对？她心脏不好，她的那个她有高血压，所以说这些东西不能搞，知道吧？你们别小小抢也好，小小取也好，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们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知道吧？谢谢你们，先怀一个宝宝。我好多姐姐阿姨们都这么让我怀宝宝。不要紧，我们得要，对，我们得要先要把老人稳住再说，先把老人稳住再说。希望这一年。希望这一年在那个吧，希望怎么说呢？希望这一年能有个好的结果吧。也，这么久了，我姐姐阿姨们也，等了我们很久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姐姐阿姨们？是的，打个是。我九四年的，我三十岁了。对，我九四年的，我三十岁了。是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吃晚饭了吗？晚饭吃过了，晚饭吃过了。舅妈也请个提早端。到时候，让你们当我孩子的干爹干妈，爷爷奶奶，好不好？我小孩是我的呀，我嘴巴起泡了，然后我吃点这个，我嘴巴起泡了。谢谢舅妈啊！找阿强谈谈，要不要找阿强谈谈呀？直播间姐姐阿姨们。看到你很亲，就像自己孩子一样啊！谢谢谢谢，谢谢我直播间姐姐阿姨们哈！我吃几个贝母，我的嘴巴溃疡了。哇，现在不能给阿强打，现在肯定是不能给阿强打电话的，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？因为阿强他现在在他的妈妈那里，我刚刚开播之前我已经给他发过信息聊了两句了，他在他妈妈那里，我现在等着一个信息给他，一个电话给他打过去。哇，结果他妈妈听到了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他那个血压又往上升，他的心脏又跳得快，他又晕倒了，怎么办？所以说我们要理解这些问题，好不好，姐姐阿姨们？我真的我知道我直播间姐姐阿姨们都是为了我们好，所以说非常的感谢你们，知道吧？贝母有多的吗？我也想买一点。天什么收到了，很好，是不是？那两个字都不能说，知道吧？那两个字，那两个名字都不能说。那天晚上我都被带走了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直播间姐姐阿姨们，你们有没有看到的？你也想买一点？
哇，我的天哪，姐姐阿姨们，那这样子，直播间姐姐阿姨们，我是不管这些的，对不对？我直播间姐姐阿姨们，只要是铁粉、老粉的，拍了一斤，谢谢谢谢，我们就不说名字啊，我们就不说名字啊。还有那么小的，这么小的才是正儿八经的正宗的，这个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吧？还有的，对，但是姐姐阿姨们要理解一下，不能那名字都不能念出来。你们现在可以去任何一个直播间，这样子吧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的？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的？我直播间的老粉、铁粉阿姨们，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的？需要的，你们跟我讲，我可以。我的铁粉老粉们，谢谢谢谢谢谢我苹果阿姨，对，呜什么麻哈？对，知道的，你们你不说我们打，对我不能说，知道吧？你们现在可以去任何一个人的直播间，你们一辈子看不到这个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太稀缺、太昂贵了，知道吧？太稀缺、太昂贵、太珍贵了，姐姐阿姨们，这种。知道吧？那你们知道有什么？我为什么吃它？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这里长溃疡了，我这里长溃疡了，药是不是啊？这样子吧，直播间姐姐阿姨们，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，从一开始陪我们到今天的姐姐阿姨们，飘个一，如果多的话，我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波，再给大家分享一波。但是你们知道的，这个东西我只能给你们上个十秒、二十秒，我拍上我放上去的时候，你。你们得要速度去抢这种正宗的东西，任何一个人的直播间不让卖，这个东西是被管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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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控了的，你他能听明白吗，姐姐阿姨们啊？所以说这是什么东西，你们自己说出来，我不说好不好，姐姐阿姨们知道有什么用的，姐姐阿姨们帮我们扣在公屏上，对，真的，我直播间的老粉们啊，全部希望你们能囤一单回去放着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家里面，比如说老人也好，小孩也好，孕妇也好，哎的那种，以前我的儿子啊，大家都知道我有儿子，对不对？他有支气管炎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，然后他就，只要稍微有一点感冒，他就那样子的，知道吧？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对老人、小孩、孕妇，所有的人都是非常好的，而且非常的稀缺，非常的昂贵。在外面一颗的话呢，他要卖到多少？你们知道不？外面一颗卖到3到5块钱，一斤外面要卖几千块钱。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？但是今天知道它有什么用的，我跟大家说了的，我只上二十秒。今天想要的，我先统计一下，有几个人我就上几单，好不好？多少米是不是？嗯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需要的，需要的打个药字，我统计一下。然后今天，我也不会像外面一样卖你们300块钱一两，我也不会像外面一样卖你们300块钱一两。我今天。我说了，我开直播，我不是天天开直播，我偶尔开一次。我开直播，我只是为了回馈我的老粉丝、老顾客，一直在等我，一直支持我的姐姐阿姨们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不是说为了要，大家都知道我最近我没有说要怎么样子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这么多人打药，20多个人打药了，看你直播一年多了，哇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样子直播的姐姐阿姨们，这个东西外面3到5块钱一颗的。一粒的3到5块钱一粒的东西，知道吧？一两在外面就要卖到300块钱的价格，那在我直播间的话呢，我直播姐姐阿姨们都知道的，我今天呢直接这样子，我只上十秒，只上十秒，只上二十秒，上十单，我们自己去抢，因为我没有多少，我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我希望我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、老顾客们，你们看我现在没有把产品端出来给你们看，为什么？你们可以去任何人直播间看一下，没有人敢卖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是稀缺、昂贵、被保护起来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的老粉们、铁粉们，你们自己冲速度去拍，我今天直接一两一两的给你们，一两的话呢，有150粒左右，在外面的价值就是300块钱的价值，那今天直播间呢？我今天直接这样子，169直接给你们买一两，安排一两，到手二两，好不好？169，姐姐阿姨们，来要的打个要字，我统计一下，正儿八经的不多说，半斤，我只能二两的上，二两二两的上，能拍得到的，谁拍的就是谁的，我只上十单，谁拍的就是谁的，169给你们二两。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正儿八经的，而且你买回金，你要半斤的话，你就自己去抢两单或者三单，好不好？你们买回金品质不是3000块钱一斤的，你给我退回来，姐姐阿姨们，任何一个东西直播，任何一个直播间都没有了的东西，你们自己速度去抢，我只能上二十秒，哈，姐姐阿姨们，等一下教你们怎么吃，哈，姐姐阿姨们，来，我数5个数就直接给你们上车，上十单，上十单，
谁排到就是谁的，嗯，没排到的几家也不要怪阿群猫好不好，因为真的数量有限，而且这个东西真的被保护起来了，你们可以不信的，现在很多很多直播人在正在直播，你们去可以去看一下，没有一个人在卖的哈，几家一买来数三个数直接上车哈，三二一，直接给你们上车了，姐妹们，那个弹出来的链接就是别管它是什么东西哈，姐姐阿姨们，别管它是什么链接，直接去拍，给你们的到手的就是这个正儿八经的，姐姐阿姨们，这个东西我不说它是什么，你们自己知道的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，帮我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姐姐阿姨们，帮我打在公屏上来，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哈，姐妹们，169整整到手二两。家里面老人、小孩、孕妇都可以吃的东西，姐妹们哈，自己去拍，我只给大家上了十单，姐姐们好不好？拍了的我们回来打个一拍，拍了的今天拍明天发，你们放心，到你们手上的都是正儿八经的正宗的好货，如果到你们手上它不是正宗的好货，它是那种其他的，您直接给我退回来，你们去那啥我都可以，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，对。那样子的一定要去吃，老人一定要去给他备一点，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老人一定要备一点贝母？因为老人之前我外公那天送到医院去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年纪大了，他的这里面的那些吃饭进去的那些，他就会慢慢的什么缩尾什么什么什么缩，他就会变细，他吃一块肉他都能堵在那里，都能卡在那里，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。然后呢他可能就会老年人年纪大了就痰就会比较多，能听得懂阿童墨的意思吗，姐姐阿姨们？听懂了的姐姐阿姨们哈，你们自己去拍，你们放心，你们今天169到手的是整整二两，你们家里面的小孩现在最近很多小孩在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就给他。弄个什么物什么，是这个哈，姐姐们，我不能拿出来给你们看啊，怎么去吃，拿这个回家过后拿，把它磨成粉，蒸雪梨，炖雪梨给你们家的小朋友喝，真的比你们那个物什么非常非常好。现在已经只有两单了哈，姐姐阿姨们，那个贝什么现在已经只有两单了，自己去拍，拍了的打个一拍，今天拍明天发，最后两单拍得到就有，拍不到就没有了，你们放心，我也不会再上了，因为我有多少上多少，正儿八经的等下你们再叫我上我真的没有了哈，姐姐阿姨们，所以我们自己去拍。大人的话，你家里面你有抽烟的大人，你们都知道的，抽烟的大人他那个什么那个小什么狒狒已经黑了，对不对？别人的是红红的，你的已经黑了，是不是？你平时哇，呸的那种，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？对，知道是什么意思的，知道背什么有什么用的，帮我打在公屏上，姐姐阿姨们。大人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干嚼，知道吧？小孩子啊，他是有点苦的，因为正儿八经的苦的，他才是正宗的，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？我们拿回去放在家里面放两年都没有问题，因为这个是无牛无黄，纯阳光自然晒干的。今天给你们的东西都是正儿八经的最正宗的东西啊，姐姐阿姨们，来，我数五个数，直接给你们下掉，带得到的就有，带不到的就没有。不知道它有什么用的，我这里有一个姐姐已经帮我抠出来了，姐姐阿姨们，我们可以去公屏上面看一下，老人、小孩、孕妇都可以吃的东西啊，姐姐阿姨们怎么吃？小孩子，我们把它剁碎了，直接冲水给他喝也可以，把直接拿来这样子给他蒸雪梨吃也可以，六颗，知道吧？或者我们给他剁碎了，磨成粉，直接拿来炖雪梨、蒸雪梨、熬雪梨，他给他喝都非常好。大人我们也可以这样吃，我们也可以直接这样子放在嘴里面嚼来吃，冲水。我这里上火了，我都在吃，刚刚我都吃了好几个了。大人吃8到10颗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正儿八经的最正宗的东西，给姐叔刷一门，来截个屏，来3、2、1，截个屏啊，姐姐阿姨们，来收到号，是无牛无黄纯正的东西，不喜欢不满意直接给我退，你的钱一分不钱的退给你们。你们现在去任何人的直播间，你们放心，你们看不到有一个人在卖。为什么？这个东西非常稀缺，非常昂贵，已经被保护起来了的哈，知道不，姐姐阿姨们？来，我数五个数，直接给你们下掉了，带得到的就有，带不到的就没有了哈，姐姐阿姨们，不好意思哈，你们等一下也别怪阿群猫好不好？我跟大家说过了的，我只给大家分享正宗的东西，我只给大家分享好的东西，至于哎那些你们明白的，我相信我的就去拍。相信我的就去拍，不相信的我们就算了，因为我这个本来就是我冒着风险来把好的东西，你们在外面买不到的东西，在别人直播间买不到的东西分享给你们的哈。来，最后一单是五个数直接下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喝口水。
截一下屏，来，还没有截屏的姐姐阿姨们准备一下，一两，现在今天169，有的，但是你们要速度，知道吧？有的，你们要速度。来，现在哈，我数五个数，你们速度去截图，截图，我只拿上来3秒钟，你们速度截图，截到了过后，你们放心，你们拿到手过后去任何地方去验，不是正宗的，被什么，直接找我就可以了，姐姐阿姨们，你们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为证的哈，姐姐阿姨们哈。它是苦的，而且它不是发霉了的哈。来截图哈，截图哈，3、2、1，截屏啊！来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有两吗？2两，现在就是给你们2两，169，到手的是2两，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豆哈，姐姐阿姨们，名字都不能说，名字都不敢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稀有的东西，听得懂吗？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哈。现在最后一单，我数五个数，这一单谁拍到就是谁的，拍得到就有，拍不到的就没了哈。为什么你们都知道的，任何一个直播间都没有敢再卖的啊，什么为了回馈我直播间一直支持了我这么久的姐姐阿姨们，所以说我冒着啊，你们懂的哈，带得到就有，带不到就没有，来数三个数，3、2、1，直接就给你们下掉了哈。好的，拍了的打个已拍，今天拍了的明天就给你们发货，169到手的是2两，你们在任何一个直播间这个价格你们一两都买不到，说实话这种正宗的贝母，然后任何一个直播间你们去看一下，没有一个人敢卖这个，呸，不能说哈，姐姐阿姨们，因为这个东西太稀缺了，姐姐阿姨们您放心，您把这个买回去了，你们拿去跟3000块钱一斤的品质，1-2、300块钱的品质去比较，如果说比他们的品质差了，您直接给我退回来就可以了哈，姐姐阿姨们，这是阿初莫给你们保真保证纯真纯正的东西，对，家里面平时有那个的都可以去买一点啊，来直接给大家下掉了，拍不到的我也没有办法了哈，姐姐阿姨们，拍不到的我也没有办法了，我尽力了，我们给你们上的收据我们就尽力的去带好不好，自己去抢，现在给大家下掉了哈。你们要什么，那个什么刚才手机没电。